你想怎样？你看我啊，无缘无故挑衅我们是怎样？我喝醉了，喝醉了，喝醉就可以这样是不是？你要不要离开？我什么离开？来看我啊！你想怎样？你看我啊，无缘无故挑衅我们是怎样？然后怎样？啊？做了什么吗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凭什么？喝醉就可以这样，是不是啊？你干嘛？你再请回听。不然怎样？你要靠我，不然你也离开。你才离开啊！离开了。我们要执行公务了。离开了。离开。我喝醉了。喝醉了。喝醉就可以这样，是不是？喝醉了。我要离开。你敢说我啊？你要不要离开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你有没有办法管好他啊？啊？莫名其妙哎！啊！首先，我叫律师。好好好。我是毛利远，不要闹事。我叫律师。毛利远，不要闹事，不要闹事。我清醒，我清醒了，快起来！啊！不要动啊！可以冷静了没？